哎，你要帮助吗？哎，阿吉，你要帮我收拾这个吗？你要是努力，早就不用为每天的胡萝卜发愁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已经是本周我缝的第三条麻袋了。零食吃吧。哎，你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您先休息会儿，我出去玩去了。哎呀，哎，我这么快就办了四件好事了。永健应该就快来了。来人呐，谁来帮帮我们，我们后面的门打不开了，我们怎么出去呀？出不去就出不去呗，反正我又不想出去，正好我还能多睡一会儿。需要帮助吗？行啊，我们后面的门打不开了。别急，我来帮你们。第五件好事来了。哎呀，大姐，谢谢你。谁叫你多管闲事，又害我少睡五分钟。嗨，大家都是邻居，别这么客气。阿吉，怎么这么久你还没找到啊？卫生纸太难找了，您等会儿。快点吧，把卫生纸拿进来。早上起来还有好多呢，怎么现在一点都没有了？您等等。哎，衣服来了。哎，八姐呀，今天得亏你在家，要不然。衣服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这个小东西长大了啊，懂事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寒假作业怎么样了？哦，姨父，差不多都完成了，就差一项。什么？就是老师呢，让我在这个寒假里头做十件好人好事。哎，对了，刚才这件事算不算？当然算啊，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，这不叫好人好事，叫什么？必须算。麻烦提，你看看。这已经是本周我缝的第三条麻袋了。嘿，这肯定是我努力工作的结果。你努力呀、你要是努力，早就不用为每天的胡萝卜发愁了。我怎么不努力了？那你说说这麻袋是怎么破的？麻袋嘛，说不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呢。那我得好好查查。我会带来好运气，好运。花驴，要帮助吗？哎，阿吉，你要帮我收拾这个吗？太感谢你了。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哎呀，我这个麻袋老是破洞，
今天终于把这些货全漏了。哎，可能是你工作太忙太辛苦了吧。没事，还我帮你捡呢。啊，哎呀，阿吉真是太感谢你了。我这几天也没忙什么，就忙着帮别人做好事了。以后啊，有什么事儿尽管叫我，我一定鼎力相助。这次我给他脚大点，一定能漏。阿凡提，果然被你猜中了。这么说，我们上次被困在屋里也是他的捣鬼，那他干嘛要救我们呀？我猜呀，八吉是想做好事。做好事？嗯，他呀是想自己给自己创造做好事的机会，然后去做好事啊。我都被你绕晕了。那他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呀？那还要问？这叫作弊。嗯，八吉做好事的动机是好的，可是好事只能碰到而不能自己创造啊。我想我应该能想出办法让八吉自己认识到这一点。来了来了，有人吗？哎呦，需要帮忙。这可是做好事的好机会。哎，我来了。需要什么帮忙？我们的门好像又坏了，我们出不去了。啊，我昨天没把他们的门弄坏呀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没什么。哎，我来了。门锁紧了吗？放心吧，就凭他这小身板肯定打不开。哎，这门好像坏了吧，我真弄不开呀。啊，真的呀？要不你拉一下试试，我们两个从里面向外推。加油加油加油。哎呦，可累死我了。早说，把钥匙给锁在门里头了，让我在外面跳了这么久。哎呦，我们不是疏忽大意了吗？再说了，摆弄门锁你不是有经验吗？有经验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说呀，我们前几天总看到你爬到我们的书屋门口，好像对我们家的锁研究得很仔细呀。没有，我真正做好事。你哎呦，我先回家写作业了啊，拜拜。哎呦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潘宇，你这玩天女散花呢，这么多东西都洒在地上。我哪有时间玩啊，我好不容易拉了一批货，结果全洒了一地，我还要去签合同呢。哎呀，根本走不开呀。这么多，一时半会儿可收拾不完啊。你帮我收拾一下吧，我先去一会儿，一会儿回来请你吃饭，我们俩一块收好不好？那好吧。哎呀，八七你太棒了，真是有需要找八七啊。我这么爱做好人好事呢。谢谢你八七，以后我还要，我愿意随时效劳。谁让我这么爱帮助别人呢？真是啊。哎呀，你说今天这个麻袋到底是怎么了嘛，每一条都漏。八七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不知道。你刚才收拾了那么久，难道就没有查出一点点线索？不知道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啊，这还有一地没收拾呢。啊，只是想写作业，做几件好事儿啊。哎，八吉啊，八吉啊，哎呀，我到处找你呀、来来来来来来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啊，什么忙？你看啊，我的剪刀找不到了，你有没有剪刀帮我把这几张纸剪出来？我乐意帮你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告示。告示？对呀。最近咱们社区里啊出了很多奇怪的事情，这鹦鹉家的门呐、莫名其妙的打不开，乌阿驴的麻袋上总是有漏洞，大家怀疑是不是有人故意搞破坏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只是猜测啊。我觉得可能是他们自己搞错了。
哎呀，小八戒，你不用担心啊，我聪明的阿凡提已经全知道了。啊，你都知道了？嗯，所以我才要在社区里贴上告示，让大家多多的注意啊。我觉得不用这样。哦，那个人也许就是想帮大家的忙。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我倒觉得这个人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承认自己的行为，毕竟诚实负责任比做好事重要，你说是不是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好好好，那我就去贴告示喽。哎，对了，小八戒啊，谢谢你，今天你干了一件好事啊。我八戒，哎呀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的孩子！哎呀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哎呦，我们等你好久了。啊，你们都知道了？啊，知道什么？好吧，都是我干的。我干的？你干什么了？哎呀，我为了完成做好事的作业，就故意把家里的椅子弄坏，让姨妈摔跤。什么？还故意把卫生纸给藏起来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。哎，孩子，孩子，这次你没错。我要向所有的人道歉。出去，你们都给我出去，不许偷吃。蜂蜜味道不错，樱桃也很甜。苹果最好吃了，又甜又爽脆的。我们班的胡面活了那么久，他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完全是按照书上做的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老婆在这是怎么了？啊，她把蛋糕烤糊了，正在气头上呢。什么？她烤蛋糕？哎呦，她连个紫菜蛋花汤都做不好，她烤什么蛋糕啊？你这我就说嘛，是她自己手艺不行，全赖在我们头上了。简直是烤蛋糕去。哎，八戒，你给我站住，你要干什么去啊？哎，那蛋糕是我请我姨妈烤的。因为我说，我同学的妈妈很能干，做的蛋糕很好吃。她说她也一样能干。哎呦，我得比比风。哎呦，你说你呀，你过来，尝尝姨妈烤的蛋糕，跟你同学妈妈烤的比，哪个更好吃啊？老爸，快来尝。老爸，那个刚才我在外面吃了很多，我是撑得很，我吃不下。就是一块小小的蛋糕。你就尝下嘛。嗯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请问阿凡提是住在这儿吗？哎，他住对面，住对面。他没在家。哎，老婆，你做的这个蛋糕虽然样子不好看，但是味道闻起来还是很香的。江湖中带着一些甜味儿。对，甜味儿里透着一股奶香。奶香中带着一些回甘的。什么？你们居然管这些黑黢黢、丑不拉几的东西叫蛋糕？你说什么？有材料吗？啊，来，我给你们做一些真正的蛋糕。什么？这哎，这他要做蛋糕，你给我站住！出来！哎呀，什么东西太香了！啊，可能是阿姨妈呀在做什么好吃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阿姨妈呀要有这个手艺，我就是世界上最帅的驴。行了吧你？你干什么去？太香了！哎呀，你给我回来，别到那边给我丢人去！回来！您尝尝，这才是真正的蜂蜜蛋糕。哼，我从来就没见过像你这么没有礼貌的人。胡言乱语批评我做蛋糕不说，还冲去我家用我的烤炉用我的面粉做蛋糕。哎呀，要不是这蛋糕香味实在迷人。真是太好吃了。老爸，这蛋糕让我想起了我们恋爱时候的感觉。这个蛋糕的味道太好了，它让我感觉到金币像雨一样哗哗的砸到我身上，我好像进入了天堂。姑娘，你这个蛋糕有魔力。
让我感到十分幸福。你要不要来尝块？妈妈，是妈妈的味道。阿凡提，人活一口气，驴活一江水，你就让我去吧。阿凡提，阿凡提。咳嗽都咳嗽的这么有层次，这么有内涵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动听的咳嗽声。你能教教我是怎么做到的吗？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啊，您别动，您别动，就站在树下面，千万不要动啊！别动。您叫我往东，我就不敢往西；您叫我在这树底下待着，我就一定哪儿都不去。完了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吓到你了。哎，你窝在这干什么呢？啊，阿凡提，你还我蛋糕！哎呀，你们这都是怎么了？啊，我这一天到晚这可身后跟个女疯子不说，你现在也神经兮兮的。那个姑娘啊，那姑娘还在吗？哎呀，你别提了。就那姑娘，哎呀，一下午就这么盯着我，哎呀，盯得我心里头直发毛啊！她还说是我的粉丝，可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疯狂的粉丝嘛！我从来没有求过你，这次我求求你，不，绝不！听说阿凡提大叔的粉丝也不少，可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疯狂的粉丝。我也从来没见过其他人能做出让人疯狂的蛋糕。其实在我们社区里，我的手艺也就算一般。啊，那就在你们社区一定很幸福。也没有，我们社区里啊有一个坏人。坏人？哎，这算了，不说了不说了，你别挡着我视线，一会儿阿凡提大叔回来再看不见我了。就你老婆，你就帮帮忙吧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把他留在这儿，他会把我逼疯了的。亲爱的阿凡提，就算他把你逼疯了，你尝一口他做的蛋糕，你就能上天堂。对，我跟他又不熟，我怎么能命令他去烤蛋糕呢？您不知道，他就听您的。哎呀，阿凡提，你还是我认识的阿凡提吗？啊，大家伙这么看重你，你就不能帮个忙吗？你就阿凡提，我要吃蛋糕。我们要吃蛋糕，你就帮忙吧。那小姑娘愿不愿意的，还得看她呢。哎呀，行行行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阿凡提大叔，我就知道您放不下我，一定会回来看我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呀，我声音太动听了，比百灵鸟的歌声还要动听。阿凡提大叔太让人崇拜了。哎呀，阿凡提呀，你可说蛋糕的事。姑娘啊。哎，能不能烤个蛋糕给大家吃啊？太好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嗯，阿凡提大叔，您不吃我烤的蛋糕吗？哎呀，我不爱吃甜的。您要是不吃，我就不烤了。哎，别，姑娘姑娘，那个阿凡提呀，特别爱吃蛋糕。你看，我们家的烤箱都准备好了，您赶紧去啊！好好好，让我烤蛋糕可以，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如果您觉得我烤的蛋糕好吃，你就跟我回我们社区吧。我回你们社区？我们社区特别需要像您这样的人，您给我们社区当区长。哎呀，一个区长啊！哎呦，区长我感兴趣啊！好好好，快跟我说一说你们社区什么状况。好，咱们边烤蛋糕边说。好，好，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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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凡提要是离开了社区，这里还能叫阿巴幸福社区吗？你着什么急呀？
万一阿凡提要不喜欢吃他烤的蛋糕呢？白衣老爷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哎呀，真舍不得阿凡提老师。老婆，发挥你的聪明才智，把那个小姑娘做的蛋糕给我毁了。小鹰鹰，柴鹰鹰，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。为了阿凡提，冲啊！冲啊！真是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手艺啊！那我就尝一尝啊！这就是他们说的天堂滋味的蛋糕，这简直就是地狱的滋味嘛！不可能啊！这不是我做的蛋糕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阿凡提大叔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怎么不是你做的蛋糕？我们亲眼看着你做的。是啊。哎呀，这阿凡提大叔，这真不是我做的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再也尝不到天堂般滋味的蛋糕了。为了阿凡提，值了。大姐，你干嘛呢？我在你们没捣毁蛋糕之前，我藏了一块。什么？给我呀！